行稳稳训练机是一个针对高龄银发族在家中运动与中风患者黄金恢复期所使用的机台。它的特色是机台小，不占空间，高规格马达稳定性高，且机器应用范围可涵盖步行功能分级0-5之所有人。此外，行稳稳更有长扶手，方便使用者上下机台以及小阶梯等设计，增加其便利性。行稳稳拥有红外线感应以及专利防倾安全仪两大设计。红外线感应设计可以让使用者依据自身能力轻松使用，并有提醒、步距以及步态矫正之功能。第二，防倾安全椅可以让无法站立的病患直接坐在机台上练习肌力，一步一步慢慢走，也可提供安全保护，让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腿软或身体不适时，可直接坐下休息。